那么今天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三岁小孩的行情，相信今天大家都有赚钱。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在我 Telegram 里面，应该得到一个所谓全方位的验证哦。那么最近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收视率比较高，会员收太多，我讲坦白，有一些投顾老师眼红哦，因为基本上我是不可能看投顾节目，你懂我意思吧？我怎么可能看比我还烂的？那我请问大家，你能不能推荐任何一个投顾老师的节目让我看？基本上已经找不到。那我知道呢，有很多投顾老师呢，他本来就收不到会员，然后呢每天在节目当中酸我说，哎呀。什么软体呀、啊？什么软体呀、啊？我告诉各位啊，如果连最基本的软体都没有，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老师到底有多么样的混，搞不好根本完全没来上班。不过会员也感谢你们的一随提携啊，因为我还是老话一句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钱赚进来就好了，我们把我们的会员带好就好了，别人的怎么风儿风雨啊，别人的风言风语，我们根本不用在乎。来继续喽，所以说你们不需要去把其他投顾老师对我的批评给讲出来，讲给我的服务人员听，或是甚至于你私讯给我，那都不要让。浪费大家的时间哦，反正那群就只是一些老鼠，没有出息的一群投顾老师来开始来慢慢解这个盘哦。那为什么我说今天是一个三岁小孩的行情？来，我们开始慢慢讲下去，而且我们所有的细节都在你们 Telegram 里面给大家一个完整答案。来，导播直接上 CG 哦，在今天早上的8:53的时候，我们看到8:53非常非常的清楚。我说大盘主力心太多，可是因为上个礼拜有收盘是小于关键价，所以它会有很大的水波动，多方防守价440还有428。简而言之，来到这一个所谓区间就是要做多。好，等于说今天。早上在8:53的时候，你看我的会员有多么样的一个幸福。第一件事情，他们知道大盘的夜水主力心太多。可是问题，主力心太多，为什么在那边上下震荡盘整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去做多呢？因为很简单，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因为收盘它是小于一个所谓关键价。那我请问各位，有没有给大家一个非常完整的夜水逻辑？甚至这个急杀，我只要请问各位，不管包括9:32，不管包括11点多那个急杀，你敢进场去买进吗？因为你的软体一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夜水放空讯号，所以一天。时间我很轻松的帮我的会员掌握200点的波动，真的差一天差很多啊！而这个验证的夜水模式，不是等它拉尾盘我才告诉你我的软体有出现买进讯号，所有的一切种种，我们的夜水 LINE ID， 我们 Telegram ID PRO1018， 我们都有跟大家报告。那有没有再一次证明主力做手的操作，还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包括周线、月线关价，包括夜水多空的夜水主力心态？我请问各位，我上三立多久了？我从9月1号到今天，告短短2个月的时间，而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掌握将近快要10000点的夜水波动。我请问大家，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很简单，我说啊，主力是利用你们所熟悉的均线、成交量、K D 乃至于波浪理论来做散户欺骗。再来一遍哦，今天早上9:32这个急杀，我请问大家，你的软体一定会有非常明确的夜水放空讯号，根据你的60分钟、30分钟 K D 也是非常明确的夜水死亡交叉。可是当你看到这死亡交叉，我却告诉我的会员，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就好像当时的夜水9月份。第一个月份第一个礼拜1260点，第二礼拜800点，第三个礼拜1031点。那问题，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921那时候主力心态它是由多转空，只有这个主力心态由多转空，有没有一口气狂跌700点？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最主要原因，因为主力做手真是他爸爸的永远比你早知道。可是921那一段的夜水下杀700点的下杀，如果你没有办法拥有主力心态，你没有避开，当时在9月25号的时候，麻烦你看过去的夜水重播带，因为我的节目不会跟你如果来如果去在这里在那里，不排除啊，我的节目是给你一个非常斩钉截铁的答案。就像921放空，9月25号的时候很清楚，外资那时候在卖哦，我一样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它是由空转为一个水多，所以光9月份就高达4240点。进入了10月份，不是也是一模一样吗？10月份第一个交易日，你看到一个水均线的夜水盖头反压，拍谁哦？我的节目是很有水准，是很有教育意义的，麻烦你把10月5号当时的重播带调出来看，你会不会以为这个行情这边是做一个所谓右肩的一水逃命反弹？所以说有很多投顾老师又开始跟你讲说，不排除如果来如果去。可是当时我们斩钉截铁跟大家预告，我说主力心态就是个标标准的多，所以第一个礼拜高达1000点，第二个礼拜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一水多，所以当主力心态由多转为空的时候，我在你们的一水 Telegram 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报告？结果预告由多转空，所以包括861的夜水多方报价，我也领先市场跟大家做夜水完整的夜水报告。所以说呢，第一个礼拜1000，第二礼拜高达592点，而且我还是老话一句哦，基本上呢，你的老师可能每天只会发一通垃圾的讯息跟你讲说，等选完之后再说。那如果要等到选完之后再说，那你现在干嘛参加投顾？你看我的节目就好了。可是我说啊，就是来自于个人的夜水专业度不足的，最近几天只会每天叫你关。
观望，叫你不要出手，叫你不要动。那我请问大家，那如果等选完之后尘埃落定，不管包括台北股市大涨或台北股市大跌，难道那一段你不想赚吗？所以说好的老师他能够带你通过盘整盘还有趋势盘的叶水连续考验，因为很简单，我拥有的叶水主力心态，我了解主力做手很会搞那种高点过高杀，低点破低拉的叶水片线，就像今天我知道主力做手的叶水片线是个标标准准的叶水无远佛界，这是为什么你要去下载我们的叶软体。举例在十月份第三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的第一个交易日哦，第三个礼拜第一个交易日哦，当时报纸在十月十九号的时候，我们跟你讲说外资避险，外资避险啊，结果呢，当你看到外资避险金额这么多的时候，很抱歉，十月十九号也就是第三个礼拜开始，礼拜我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水多，礼拜一样预告多，直到礼拜三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由多转空，导致礼拜四台北股市出现往下跳水。可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当心态再一次由空转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轻松在一天时间又掌握150点的夜水波动？所以说呢，第三个礼拜我们要缴出547点的成绩单。那同样的进入了第四个礼拜，也就是上个礼拜。那基本上呢，来到上个礼拜的时候，已经很多投资朋友被扒到边跟猪头一模一样。问题为什么会扒得跟猪头一模一样？因为很简单，你没有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更重要的夜水重点，当你下载我们的一个软体，不管包括手机版，不管包括电脑版，你还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我们两份开盘前的夜水传真稿，证明这个老师他真的是有来做夜水上班的夜水动作。那我请问各位，当你懂得夜水传真稿，当你懂得夜水多空的叶水防守价，上个礼拜很清楚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多，结果礼拜一主力心态多，外资买了3186口，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可是收盘小于关价，收盘小于 AC， 等同于上个礼拜一的早上我可以多，然后呢午盘我可以空啊，结果呢空完之后 PN 的叶水美国盘有没有往下做叶水急杀？这是为什么？我说啊，每一个时节，现在哦，等于说台北股市它的叶水波动系数会越来越大。你说老师，那台北股市的波动系数会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因为很简单，台湾的叶水金融商品自由度已经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名的，第一名叫做美国。可是我讲比较真肯一点哦，台湾的叶水商品自由度还比美国来得高。我请问各位，你在美国可以买到台湾 T50 吗？买不到吗？如果说你是美国人，你看到台湾的，你认为台湾的未来的潜力无穷，你能买到台湾的 T50 吗？不行嘛。可是台湾能不能买到美国相关的 ETF， 不管包括美国道琼工业指数 ETF， 甚至你认为美国股市应该要挂，应该该死就是要大跌，你能不能买到道琼工业指数的反向 ETF？ 可以啊。所以说台湾的叶水商品自由度这么样的高，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呢，外资不断的源源进来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很多搞不清楚说谢老师啊，难道外资进来就只会做多吗？你大错特错，外资还可以借券交易，外资也可以做期货，外资也可以做选择权，外资也可以买陆股的叶水 ETF， 这是大家为什么这么爱台湾最主要原因。那我请问大家，当外资不断源源进来的情况之下，我请问各位，他还在用过去的 KD 吗？过去的 MACD 吗？不可能吧。如果用 KD MACD， 那谁要负责输钱？那每一个人都能够赚钱，谁要负责输？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决定要在台湾这个市场好好打拼，我只能奉劝各位，你一定要了解主力做手每一个所谓的 SOP， 就是因为主力心太多，然后收盘小于关价，收盘小于 AC， 外资 T50 反增加，你有没有看到 PN 的一个水美国盘，它真的往下做一个水急杀，礼拜三还在杀，可是刚好杀到我们要的一个水多方的一个水防守价，所以说我很清楚告诉我的会员，那是另外一次的一个水机会还没完哦，可是再来一遍哦，主力做手95%的时间，他一天就只有一个方向。这是我在节目当中，我不再唱，我一段的唱，不再也不止一直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去倡导这样的逻辑。就像我请问各位哦，今天主力心态，他从头到尾都是个标标准准的多。你可以看到急杀，然后看到急杀，你跑去放空，放空完之后你又被停损，然后又往下急杀，你又跑去放空，放空完之后你又停损。可是问题，主力做手还是会有5%的夜水机会，他会有双色。可是如果说你看我节目，从
从九月一号看到现在，你也知道，只要出现双色的夜水情况之下，它的杀伤力、反向的作用力都非常非常大。就如同当时的夜水九月二十一号，就如同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你们看到上个礼拜三的时候，主力心态它也是先多、先多、先多。十点一点钟的时候，你看到心态由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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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多转空，这是为什么拉起来这一段、拉起来这一段的时候，我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就是要站在夜水调节的夜水卖方。结果预告完之后，你知道吗？礼拜四早上起床，你有没有傻眼？礼拜四早上起床，美国股市有没有一口气暴跌将近有900多点，导致于台北股市因为这个主力心太空，而且收盘小于796，叫做 no good， 所以导致于礼拜四台北股市大量水再变哦。那是因为礼拜三的时候主力心态由多转空，然后导致于收盘小于796，而这两个空方讯号导致于 PM 盘杀到一个水脱裤子，再从 PM 盘一口气杀到 AM 盘，就一口气有没有跳空263点？而当它出现了夜水往下跳空，你有没有再次看到主力心态由空转多？所以说我们很轻松的又把空单做全部的获利回补，再反手做多，因为空单我们有先赚到，所以说多单我们更敢做。结果呢，这样子有没有很轻松？在上个礼拜我们又缴出了一个非常亮丽的夜水成绩单，所以说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第一个礼拜1010点，第二礼拜592点，第三礼拜547点，第四个礼拜因为有这个大跳水的263点，所以说我们要掌握739点的波动。好，继续讲逻辑哦。基本上哈，有没有差一天？有没有差的非常非常多？有没有很轻松的让我的会员吃到龙虾、吃到鱼翅？有没有很轻松让我的会员行善布施，改善他家庭的夜水生活？所以全方位的夜水360，我还是老话一句哦，每一个投顾老师他都有 Line at， 每一个投顾老师都有 Telegram。那我还是老话一句，我盘中的讯息我不会发到 Line at 里面，因为 Line at 要收钱，我直接放在 Telegram 里面。那如果每一个投顾老师这么样的准，为什么每有一个投顾老师敢去事前做一个所谓预告？开始进入今天喽。基本上呢，今天我们在先想上礼拜五好了。上个礼拜我怎么跟大家报告？上礼拜五外资买的3664口，可是我很就跟大家预告，我说外资的 T50 板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收盘它是小于关键价，收盘它是小于 AC。就预告完之后再变喽。我说 PN 的夜水召集令，借由一个所谓精密的夜水投票理论，我希望我们胜率不在100%，我们胜率是98%。我希望我的胜率能够再一次回到100%，借由哪几个投票理论？第一个包括主力心态，第二个包括关键价，第三个包括主力成本，第四个包括预测外资的 T50 板。那请问各位哦，礼拜五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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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礼拜的时候你麻烦问我的一个所谓会员，尾盘我们是采取空单。为什么采取空单？因为很简单，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空，然后关键价收盘小于关键价，收盘小于 AC， 而且 T50 反弹的增加，结果让我预告完之后 PN 的夜水美国盘它有没有快速往下跳水？有啊。所以说基本上呢，我们的夜水赚钱的夜水模式，不管从 AM 盘一口气延伸到夜水 PM 盘，更重要呢，我希望呢借由我们的夜水全方位的夜水360，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更重要你要学习到主力做手非常多宝贵的夜水钓鱼的夜水技巧，没错吧？好，开始喽。那呢，同样，如果说你是我的夜会员，再变哦，你每天在我三例结束之后，也就三点钟之前，你会先拿到我们一份的夜水盘稿哦。在上个礼拜有2:58，你知道收盘小关，收盘小 AC， 你也知道这些所谓的多空的夜水防守价。同样，在今天早上8:37的时候，你又拿到我第二份的夜水盘稿。那在我今天第二份的盘稿的夜水部分，你会看到。428，我打了6颗的夜水星星，我也预告收盘小于关价，收盘小于 AC。我说最美国期货下跌150点，428不要开盘跳空跌破，这是我在今天早上8:37的夜水盘点稿我所提的夜水故事。好，那基本上呢，我们既然已经知道428它已经变成了夜水多空的夜水分水岭，我请问各位，今天开盘是开在428之上，还是开盘开在428之下？但是开在428之上，可是问题为什么这一段，你知道这一段有多少人被骗吗？因为你的软体很简单，它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当你的软体看到高点过高，一定会出现买讯。可是我却能够等到低点破低。那问题为什么我能够等到低点破低？为什么上个月高达2888点？为什么九月份高达4200多点？为什么两个月份加起来高达7000点？就在于一个所谓极细部的一个所谓规划，看清楚哦。所以说早上8:53，我先预告主力心态多。那既然已经跟你预告。
告主力期待多，代表我的方向就是要多。可是我不会笨到，我不会笨到开盘前跑去买，因为很简单，因为在上个礼拜五的 A 水收盘，它是小于关键价，收盘小于一个水 AC， 所以说我知道它一定会往下做一个水快速的 A 水下杀。所以说不管包括关键价，不管包括 AC， 你看我节目看这么样久，如果不会算的话，你有很大的 A 水进步的空间。我们的电话号码02-2392-398，你至少要把我们的课表给拿去。你看这样第一趟就高达90点哦，还没完哦。只有第二趟，就是我第二段的夜水盘中连线哦。第一段几点几分？第一段10:39，10:39呢？我在非凡连线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主播看到我的图卡说：“小师啊，你确定你要讲主力心太多吗？这个行情看起来很恐怖。你看联发科啊，联发科有利多也是开高走低，你确定要讲主力心太多吗？拍谁啦？主力心太多就是多，主力心太空就是空，这没有什么好去变的。所以说呢，今天的10:39，所以说哈，你不要说老师啊，为什么我们 Telegram 的部分你要等到9点才告诉我们主力心在多还空？拍谁哦？你已经比差凡的一个所谓观众好命多，他们是10:39才知道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多，甚至于好，我请问各位啊，10:39，我预告主力心态还是多啊，结果呢，它有没有再往下杀？那往下杀的时候，看到均线的夜水盖头的反压再变，主力做手的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点，它反而是利用大家所熟悉的均线 K D M A C D 乃至 R S I 来做散户的夜水欺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这些没有用的夜水落后的夜水指标。结果呢？这一趟的时候，我一样跟我的会员预告主力心态多，这样又涨了100点，所以100+190，一天时间又高达200点的夜水波动，主力做手真的赚翻了。老师，什么叫 ABC？ 你看哦，你对现在主力心态多，那如果他一直买呢？他一直买呢？到收盘收在最高高点，他不是赚翻了吗？他不是赚翻了吗？你懂我意思吧？所以说主力做手的夜水方向很重要，要怎么样下载软体，要怎么样每一个月掌握千点的夜水波动，电话号码把它拨通就对了。好，那你说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看？又开始慢慢进入选举之夜了。那基本上呢，今天外资卖了807口，可是今天外资在 T50 版的夜水部分，它持续买哦，它 T50 版还在买哦，还在买哦。那么今天的夜水收盘它是大于关键价，那重点在于 AC 咯，等于说呢，单纯就主力现在角度，今天主力现在多哦，多头一票。然后 T50 版增加空头一票，对对，空头一票，收盘大于关键价，多头一票。那重点在于 AC 到底是收盘大于 AC 还是小于一个水 AC？ 我都在我的盘前稿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写的非常非常明白。你想要验证、想要学习的好朋友，电话号码无论如何把它给拨通哦。那同样股票的操作也都是一模一样。那基本上很多是小事，这一波股票都没有赚到钱，怎么会没有赚到钱呢？我上三地的时候，我讲坦白，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是在做一个所谓功德，甚至我有很多会跟我讲说，小事，你不要股票在节目当中连遮都不遮，就直接讲清楚。哎，你说人家的投顾节目都是这样子，要画一个超级无敌大饼的啊，结果呢，对，拿出来讲，那不对，连讲都不敢讲。我请问各位，我在三地财经台，我所讲的每一档股票，几乎都我应该这样讲了，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股票有90%我都没有遮牌，没错吧？没错吧？就像我请问各位啊，你现在不能跟我探讨说到底是拜登赢还是川普赢，然后到底对太阳能的夜水股票会有什么样的夜水正面或是负面的冲击？你有没有觉得当你提出这样的夜水思绪，有一点太 stupid 吧？你也不能跟我讲说，谢老师啊，你看哦，2303的夜水联电这一档股票，它6000万的夜水诉讼费可能是不够哦。那我请问各位，你不是告诉我在台湾做股票？上面的夜水操作要波段布局，那波段布局的情况之下，你是需要去在乎联电的涨、联电的跌、安吉的涨、安吉的跌吗？那如果说你现在跟我探讨说6000万的夜水诉讼费和解金不够，那代表说什么？代表你只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短线客啊！那我请问各位啊，不管做波段啊，不管做短线，重点在于哪里？很简单，你还是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因为当你拥有的夜水主力心态，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所谓的动作，就好像来，我们看这张比较快了，2409友达，而且呢，我请问大家，从友达、联电、安吉、新兴、南科、齐力新这些股票，我在节目当中我有遮吗？我有遮吗？我没遮我出场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跟你讲而且这只是最基本的夜水绩效，我是事先的夜水预告，而且这些绩效。
项完全不含加码单，就好像我请问各位，一档友达，我们连续性的夜水买进，买了四次，好，买了四次，然后来到11.8，站在夜水调节卖方，一档友达，我们是不是赚了四只的涨停板？同样包括647的安吉，再看一遍哦。问题为什么你要拥有的夜水主力现在？麻烦你看一下我上个礼拜我怎么去介绍安吉的。不是看到一根黑 K 棒啊，就跟小丑一模一样，然后在节目当中打压啊，这种看图说故事也能当投顾老师哦。我在上个礼拜我们说就极短线的部分，安吉还要杀，可是它的月线它是个标标准的红灯，我们可以预告联电乃至于台积电，它的月线是个标标准准的绿灯。那我请问各位，台积电我没做嘛？那今天联电有没有跌很深？那今天安吉有跌吗？安吉往下急杀之后，为什么又拉起来？因为它的月线是个标标准准的红灯。所以说啊，你们值得学的东西还非常非常的多哦。少看那一些没有水准的投顾节目这边打我，那是没有用的。好，要走出你自己的一个所谓操作的模式。就像我请问各位啊，当我讲完了安吉之后，当时在9月10日37块5讲完之后，有没有一口气涨了六只的涨停板？更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呐、啊！那种行为是最要不得。你去学习说，哎，为什么谢老师他能在37.5买进安吉？为什么安吉可以从37.5涨到68.4？这才是你要的业水专业啊！那同样2303的联电，我不跟你告诉过你了。等到10月8日，你看到联电报纸的业水利多，一下利多，一下利空，你赚得到钱吗？你根本完全赚不到钱。可是当时我们在9月11日我买安吉，9月15日的时候我买进2303的夜水联电，借由连续性的夜水加码，包括五虎将的夜水部分也赠送给大家一档联电，有没有很轻松掌握21块的价差？有没有掌握六只的夜水涨停板？所以包括10万块的夜水南亚科，再从南亚科到2456齐力星。那问题为什么今天齐力星还在涨？因为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五虎将里面只有2456齐力星，因为易光我没做，我没有看易光哦。2456齐星，它的月线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红灯，没错吧？再从齐力星到1444的利率，所以说基本上你不能说现在行情很难做啊。那很难做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看到报纸的夜水利多或报纸的利空才跑去追？就像利率啊，你现在看到报纸利多，你才去买利率，你赚到钱吗？你完全赚不到。可是，一档利率，我们操作两趟，总绩效高达将近有32%，包括6443的元金，一天也高达将近有两只的夜水涨停板，没错吧？那同样的，当一档股票它的夜水月线开始慢慢从红灯转为绿灯，它是有它的夜水 SOP 哦。再变哦，3532的夜水台盛科，我们119买到赚到128，我们赚了9块钱。那赚了9块钱之后，当它快压回到115块钱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115就是3532台盛科的月关键价。再变，我的节目速度非常非常快。可是我的节目里面全部都是黄金，你要懂得去掌握哦，速度快，你要看一遍不够，你看两遍也没关系，尽量做笔记就对。所以包括2313的华通，短短两天也赚了1.9块的业水价差，所以包括3771的日月投也赚了将近有48万。那重点就在于说呢，即使你没有的一个所谓的主力心态，很多人说小事，那我没做股票，我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因为很简单，当你拥有的一个所谓主力心态之后，你能不能知道我今天到底要做多还是放空？就像我请问大家，今天如果说你去追空特定的股票，你有赚到钱吗？那今天为什么没赚到钱？因为今天大盘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多。好，基本上我的做法很简单，很简单。买股票的时候，我都挑大盘主力心态多买进。那如果大盘主力心态空，就很容易形成个股的夜水骗线。那一切的夜水细节的夜水部分，细节部分，你下载我们的软体，或你直接到我们 Telegram 里面就会有答案了。好，开始喽。那基本上呢，在上个月的月底，我给大家五档股票嘛，五档心态多的夜水股票。第一档叫做联电，第二档叫万宏，第三档叫易光，第四档叫南亚科，第五档叫2456齐力星。那么事隔一个月之后，我们来检视它的业水绩效。很多人说小石，哎，你说要给我们研究报告，可是我没拿到，我只拿到股票名称的。拍下拍下拍下拍，不用给你研究报告了，邪魔复杂没有用啊。好，直接把股票讲给你，就说你就是买这五档就对了。那就事隔一个月之后，联电涨最多，涨了16%。那排名第二名就是2456齐力星，齐力星是后来追上，不管包括万宏，不管包括易光，乃至南亚科，南亚科涨最少，南亚科也涨了1%。那有没有再一次证明月线关键价超级无敌重要的？那我也跟大家预告了，我说11月份哦，基本上大盘因为月线它是一个所谓绿灯，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为
什么今天有很多股票趋跌最主要的一些原因。那月线绿灯的股票你要怎么样操作？老师在操作之前我先教你判断的方式，来再变哦。10月23号那天，有时候我觉得 还算是蛮伟大的，你知道吗？联电好，我们卖在最高高点，10月23号8:57，你就可以了解说一个老师到底有没有在做作业，还是在那边混日子而已。我们在开盘前就告诉我的会员，恭喜联电大力多，那时候大力多嘛，30块钱开始获利一半，好，获利获利获利。然后获利完之后，我请问大家，我是不是要继续做联电？当然啦、啊，我一档股票我可以从头做到尾，好，从头做到尾。但问题重点，那联电这一个月为什么不能继续做？因为很简单，我当时呢在上个礼拜，这上礼拜结束，我就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2303的联电，它的月关键价落在31.08，好像在上个礼拜三、上礼拜四。然后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跟大家预告，礼拜四、礼拜五，我说2303的联电变成了一个所谓法会。当时你看到这句话，你可能心中微然一笑，笑是为什么说联电法会？那我请问大家，今天联电是涨还跌？今天联电是涨还跌？那为什么跌？因为哈、哦，我在上礼拜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先跟你预告，它的月关价都在31.08。如果联电在上个礼拜收31.1。今天联电涨定了，好，搞不好大涨3%，大涨4%，就是因为它的月线收盘它小于一个所谓月线的月线关键价，所以说这个逻辑懂不懂？懂不懂？所以说基本上你手中有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你一定要找我再看一遍哦。今天早上7:50的报纸嘛，7:50，他告诉你联电、联发科长线看得非常非常的好。就这两档股票今天全部大跌，全部大跌，对的，全部大跌。甚至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由多转为空的3037的星星，好，3037星星当时在84.9跟大家预告星星的主力心态由多转空，由多转空，就一口气跌到65块。哎，甚至在上个礼拜我盘中在连线的时候，主持人一直要我讲答案，我有给答案哦，我说根本还没落底。哎，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是星星从涨跌停板爆量打开收倒梯，礼拜五又收倒梯，有很多投资朋友跳进去买。麻烦你看一下上个礼拜我的盘中连线，我说它还会再破底。好，原因理由很简单，不是因为火灾，不是因为基本面不好，因为它的主力心态有多转空。那问题为什么这些股票我可以判断这么样精准呢？因为一档 ABF 的股票，我是从7月29号讲到现在，已经讲3个月时间，你能找到一个老师这么样的业水 focus 吗？那你说星星什么时候落底？很简单呢、啊，等到它主力心态由多由空转多再回来说。同样的，在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报告的656 GIS， 哎，也不是上个礼拜五，应该说上个礼拜三，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月线绿灯的 GIS， 今天 GIS 有没有持续往下做下杀的一回动作？好，我请问大家，上个礼拜五，好，有给大家5虎将的股票嘛？那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询问，啊，第一档什么股票？第一档什么股票了、啊？不知道，不知道，我走过去，不知道，不知道，我走过去，我在走到你面前去哦。第一档什么股票不知道？你就可以知道哈、哦，月线红绿灯。哎，不过听楚哦，听楚哦，不要买了哦，不要买了哦，不要买了哦，我不喜欢这么快上去的。好，来，就是371的日月头，日月头，日月头，来，这是今天早上，今天早上日月头嘛，9:21，日月光营收创新高 ，Q4 估再增10%。联电有利多，联发科有利多，两档股票 GIS 有利多，三档股票全部一根黑 K 棒。371日月头有利多，却是一根红 K 棒。那为什么跟大家讲不要追？好，我先直接给大家看答案，看我的口讯，看我的口讯。来，今天9:05，371日月头空方 AC 66.3出一半，好，空方 AC 66.3出一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今天日月头很有趣哦，碰到66.3，碰到66.3。碰到6.3过不去，然后后来蹦一个上去，蹦一个上去，上去了，上去嘛。好，那我直接讲答案好了。它的空方 A 没有多方 AC 变663，这样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好，那所以说呢，基本上，不管谁当选呢、啊，我只能建议大家，你手中有持股上面问题，你真的一定要来找我，因为主力做手他不是每一档股票他都做。
那你要找什么样的老师？当然找一个所谓多空双向的老师嘛。继续讲去哦，继续讲去，把联电讲完，要符合我们的标题，联电安吉价位大公开来。今天联电的收盘是不是收盘小于 30.05？ 因为在我软体的一个所谓部分，在电脑版的正下方，右半边，手机版的正下方，你可以看到它的多空防守价。今天联电的一个所谓收盘还是小于多方的一个所谓防守价，所以说联电真的有够逊。有个讯代表联电就很容易来到 28.83。 那简而言之啊，联电它第一个止跌讯号一定要看 30.15。 我是用这么样高规格的一个所谓的方式帮大家做持股上面见准，因为呢你也可以从我们上个月所给大家的一个所谓关键报告得知，你只能选择月线红灯外加主力心太多的。上个月做联电随便操作也可以赚209万，没错吧？那你说这一个月月线红灯给大家第一档股票叫371的日月头今天有没有跳空的一个所谓大涨？所以说手中有持股问题或是要索取物价，好朋友电话号码02239239888，我们明天再见。